今天是1941年1月1号，记着点儿，咱俩离开家整10年。啊！哎，大哥，整个解放了，咱是不是得回去，好好孝顺爹娘啊？咋了？想咱娘做的娱乐？也行，让你这小女孩也不知道整多高了。 你把他抱回来了，出去的时候是好好一条汉子，我的儿啊，娘的百里呀！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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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的亲儿啊，你可吓死娘了！阿白，爹，娘，我没照顾好白丽。大哥哪有嘴？把你嘴撕烂了，找抽呢吧你？抽呗，还欠四个。滚！愚人贼地五十里，谢屈大人，此番
谢，去大人私饭。二哥，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，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。我大哥是一骨灰坛子。 叫啥桥？你娘，你老子还那样，三闾大夫伺候饭吃的，谢恩，不伺呢，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。浪里来，浪里走，打鱼的人嘛。 就仗着这么点洒脱劲儿。嗯，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？嗯，一个理儿。我晓得，你现在呢，长了点能耐。我也想着，当年魏摩子打了人，就跑离了家十里。 你打的那个人，是日本人定的保障，经他的，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。您说，我办。老三，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。你强多了，活脱一个鼠王爷的，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来。 就连念他好的人，他都得罪光了。我看呐，这辈子他长不出血光来。爹，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，我跟大哥呀，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。 爹，娘，这全中国，我也走了几百出敌了，仗也打了上百场了。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，现在您更满意哪个？爹娘。 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动事儿，也不是昨天才想家，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，图什么呀？小的长大了，嫌弃老子呗。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，弟弟长大了，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，现在仗打完了，我俩有脸回来了。 爹，人不该住在水上，三闾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，现在有了，一家三亩地，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。家三亩地，这我知道。白给，全有，都有，只要没地的，都给，不管你为解放。 出没出过力，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印章。<笑>你把手给我伸！咱们是渔家，村民，爹，揍他！几百年都在水上漂着。 你突然间跟我说。
又白给的。哎呀，咱们是穷，但是要穷得明白。爹，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。我现在是想说呀，这大仗啊，都打完了，就剩一小仗了，真的就一小仗。您放心，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，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。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，我是说，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。爹娘，真的，其实这打仗啊，没那么可怕。您二儿子，这都打了十年仗了，我这一身，还不是溜光水滑的好肉啊？吃饭，倒酒。就这儿吧，这儿离得不远。哎，百里啊！回家了，儿啊，遇水过桥，玉门莫进啊。玉山，你答应。和和，你大声！哎呀，爸呀！我的儿啊！
来呀！